有一个姐姐，这个就是石头建筑的。姐姐刚刚在后面的嘛，姐姐啊，姐姐有玩都有了。音乐先关掉，给你先出。这个就是野生的灵芝，这就是灵芝。晒干了都已经，就是新鲜的，今年的，新鲜的，你看嘛，就是新鲜。你看这个就是，你看野生的，你们渣渣都还没有去，就是还没有把它打扫。你看嘛，全都是垃圾，因为这树叶子摘下来的，从林子里面。这就是野生的，你看草都还没有去，根部呢，就这个样子，断开，这样子这样子的，你看嘛，根部在这里嘛。有些有，有些没有，有些有，有些没有，看嘛。对啊，北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会吃的，不会的。之前我们还没有开始晒菌子，晒菌子的话，这个地上全部就铺菌子嘛，然后一直往下就铺到那个地方，就这个下面。一直铺菌子，然后进出有还铺药材，就是那个枪火，那个也是一个中药，然后那个枪火当时从山上收下来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要开始选，然后你把里面的杂草，然后你还要分等级的选，然后我有一次从8点钟我就开始这儿选，就蹲在这个地方一直选，然后差不多中午10点半、11点钟的时候我才站起来的，我一站起来我就倒在了这个地上，把他们吓死了。地上的在晒干嘛，把它晒干了，就晒干了才能收的嘛，你不晒干它就要坏的，不晒干就要坏。所以我们家就没有什么请什么工人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搞很大批量的东西，然后就是那种小有东西有，但都很少。蓝牙已断开，怎么看不到我的人？不用看我的人吧，看我们的景就可以了。对面都满了，对，这个叫什么？对面都满房了。我今天看他们发的，满房了，你们去嘛？金初给你们打折，不是金初给啊，是那个上面有请我拍一个什么视频，然后就宣传，然后就是金初的粉丝就可以打折。关键我是去给他们帮忙做了那个的，然后所以大家来给你们打折啊，在这个上面，不要靠近高压电，好，我走远一点。哎，今年核桃也结的还挺多的，看吧，你现在，礼盒好紧啊，还好吧？这个就是我们家乡，多少钱？具体不知道多少钱，反正是会在他当日的房价上面给你打折。我发现你是我的亲戚，哎呀，亲戚多得很，可能吧？还吧，多少度？2000多吧，应该没有亮过。你看那些游客在吃饭，里面有游客，你看，看嘛，对面就是一个新农村，
对面是松岗镇松岗村，我的故乡呀，蒙古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是不是应该知道吧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在我也很少，我知道李县那个地方。看吧，国道上车子多，堵车呢。哎，刚刚那些帽子叔叔都在下面，那个叫什么？交通管制。你家房子看一看，这里。火山有松岗，好像就是啊。一条奔腾的索莫河，灵魂中流淌，不注视慈悲的欢畅，眼睛闪烁着月亮，静静的马尔康，生命中漫长。你看嘛，那些游客。我们村就在那边，有一个什么纪念碑，你见没？可能那有一个什么烈士纪念碑，就是我们亲戚，感觉村里村子很小，村子很小，但感觉邻里都是亲戚，真都是亲戚。那边数过来一排两排三排四排的都是我们亲戚，这边进去村子感觉一村的人都是亲戚。游客吃饱了松茸打嗝打出来，笑死我！你要吓死我吗？我跟你讲，前天就对对对，是我小姑啊，是我小姑。蓝牙已连接。小姑，我是小姑。马尔康，离太阳最近的地方，马尔康。可以了，不要让我唱歌了啊！欢迎啊，欢迎大家！对对对，徒步都要经过那个蓝牙已断开，经过那个地方，经过我们这个地方。好奇怪啊，为什么我们靠近我们，原来你会唱会啊。一条奔腾的索莫河，灵魂中流淌，国中是慈悲的欢畅，眼睛里闪烁着月亮，静静的马尔康，生命中欢畅。才是这么唱的吧。不会啦，不要让我笑，不要笑话我可以吗？金楚，你家要放牦牛的吗？不要不要，我们家没有牛，牛没有给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笑我啊，不要笑我，真的不要笑我，尴尬死了。耳环便宜，耳环便宜，耳环三位数，就那么。就是很便宜啊，很便宜，特别便宜。耳环很便宜的，我给主要会挑，眼光在那儿了，主要会挑。你想要，就给你推荐啊，就给你们推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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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也有毛毛虫，感觉不是我们不是梁姐妹啊，我是四川阿坝的，他是四川甘孜的。你看这里葱子看见没有，葱子看见没有，地里面长了葱子。这个好像是可以吃了吧，把它踩了吧。我觉得我好像那个，真的看到啥子都想踩。这个是不是可以吃了？我看有点小啊，还是再过两天吧。随便到地里面去一下。
看嘛，我们这儿的花椒就还没有红。哎，对，我们花椒呢？没了，这个花椒树都已经被砍成这个样子了。你这个就是核桃，看，都是果实啊。那个上面就是什么李子树呀、苹果树呀、跟头树啊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棚，阿爸弄的嘛，大棚。哎呦，哎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穿这个脏装不方便到地里面去，不然我就去搬几个包谷了。那些不梦啊，那么美都长。花椒变红就成了。你来晚了，他吃米粉，把妈妈的脸上居然都吹上去了。哎，我的衣服上一个，他这样给他捂了去，噗，他就这样咕噜啊。在什么咕噜啊？耳环很好看。但是那衣服顶不起来。耳环用藏语怎么说？纳伊就是耳环的意思。二若四川话没有荆棘，荆棘树是什么？这些没有。帽子戴上吧，好死亡啊！这个灯光，你能嫁汉族吗？汉族啊，汉族不吧？不是不吧？就是还没有找到嘛，找到了再说嘛。我也不知道他是啥族，我还没有找呢，我还没有找呢。大家不要再开我的玩笑了啊！我不喜欢开这些玩笑。竟然在成都，没有，竟然在马尔代。马尔康村叫，家人们等我一会儿好不好？我去拿一个手机，我的手机放在外面了。你们等一会儿啊，在客厅那个，在客厅那个叫什么？客厅坐一会儿啊，大家。